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整整700天。冬季运动我最爱的就是单板滑雪，它具有冲浪的自由洒脱，也有滑板的刺激震撼。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比赛，包括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决出的 U 型场地技巧、坡面障碍技巧、平行大回转、障碍追逐等，还包括在北京赛区首钢滑雪大跳台比拼的单板大跳台，一共产生11块金牌，让奥运点亮青年梦想。2022，与我一起为青春和活力呐喊。还有，也请大家多多关注728天之后开幕的北京冬残奥会，两个奥运同样精彩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2020的第一天为大家播报，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65天。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举行，按照传统技术、自由技术和不同距离、不同人数的组合，将产生12枚金牌，最长的距离有50公里，是名副其实的雪上马拉松。2022年，一起来崇礼为越野滑雪比赛加油吧！注意了，还有793天，北京冬残奥会也将开幕了，两个奥运同样精彩。